啊，弟弟又来逛玩具店啦！哇，姐姐你找到史莱姆了、哦！史莱姆，那史莱姆啊！他我们不是很多时钟，为什么他买时钟？没有，我自己房间。你自己房间没有时钟？嗯。那你看手表啊！过来！弟弟，你只能买100块还是多少？妈妈说多少？300块。我加上我的钱就可以了。你要买那么多玩具干嘛？要买这么大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新的呢，这个好强哦。这个是坏人的新干线吧？好强的样子哦。这个好人的、啊。这个。等一下，这个。救护的。有够贵啊！哇，1999哎。哇，这个好贵，这个买不起。这个是好人呢。是啊、哦。嗯，你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不便宜哦，不便宜。不便宜。这个是你有的，哎，你的那个免充电的新干线跑到哪里去了？免充电的新干线。对啊，你那个那时候买很贵，买1000多块钱，你是不是弄丢了？没有弄丢啊，只是还在袋子里。是哦，你要找出来，不然放久它就坏掉了哦。不会放久就坏掉了。会。哇，好多新的哦，这个很多都是以前没看过的。看过的，但是有一些些我在平板上看过。好啦，我说这个吧。哦，好、啊，你快点选一选吧。如果买不起的话，就不要看了。我从头到尾都一直想要买这个新干线。那个？很长的。你这个不是买过了吗？没有买过啦。是啊、哦。嗯。我记得你这个买过了呢。我没有买过。那你要问妈妈，你的钱够不够哦？知道吗？我这个几块钱？你自己看。你很专业哦，都知道比啊。我得了。嗯。多少？300系。弟弟。我希望1300。好贵啊。1350的玩具。天啊。不便宜。